男朋友有过那种制服幻想吗？通常穿好不到三分钟应该就被。哇！我看到萱萱内裤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星天卡，欢迎收看可乐研究社殿下的伊甸园。我们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探讨人类最真实的那一面。今天的主题呢，是 OL。Office Lady 的缩写，职业当中 OL 一直都是备受男性青睐的角色啊，不管是他的衣服特色，很多男生心中第一名或者是喜欢看的 A 片啊动漫第一名都是 OL。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欢迎这次的来宾，我们欢迎微笑丹尼。大家好。还有我们的可乐女孩旭旭。大家好，我是旭旭。这一集听起来就是丹尼的节目了，太开心了！今天好多人给我鼓励了，自己怎么打蛋蛋糕什么东西？制作单位需要。所以你对 OL 有什么特别的幻想吗？平常 OL 都是那种循规蹈矩啊，规规矩矩的、啊，会觉得啊好像不好亲近。但如果 A 片加入这种元素啊，如果今天你是上司，然后他是 OL， 就可以就是指使他做晚上让你好看，做一些坏坏的事情。然后或者是角色颠倒，角色颠倒也很不错。他是 OL， 我是那个下属。哇，他可能比方说你有点 M 倾向的那种，你就是 M 吧，你一点 M 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。有时候晚上用高跟鞋踩你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，规矩的那种感觉，都可以控制你叫你做什么事情这样。然后 OL 的那个套装啊，还有这个丝袜，然后高跟鞋，哇，一脱下来，哇，真的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旭旭有办法理解吗？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可恶啊！现实中的不就是？就是臭脸，然后今天又加班晚班。你们是喜欢制服还是喜欢职业啊？哦，我觉得都有，有搭配是更好。制服的话就会特殊的这种感觉，但像职业的搭配，因为会有角色扮演之类的东西，我就会觉得哇，真的很棒，我一脸不屑的样子。我先跳过丹尼好，我蛮想问旭旭，你有当过 OL 吗 ？Lady Office 我没有，但是我有之前有当过柜姐。柜姐是短裙啊，漂漂亮亮。你在当柜姐的时候，你男朋友会叫你穿制服啊？我在当柜姐的时候，其实穿制服就已经很烦了。他想我真的哎，真的回家就想要脱制服吧？对啊，回家就想脱制服。我男朋友有过那种制服幻想吗？通常穿好不到三分钟应该就被扒光了吧。还是蛮有吸引力的。我们今天有设定 OL 的三个角色啊，来给你选一个，好不好？来给你选一个，我们后面有设定的。第一个是霸道总裁与美艳秘书的私下互动，不错。这你脑中有画面了吧？你刚刚有讲到啊。喜欢。第二个呢是小姐姐下班后在酒吧的偶然相遇。啊，不错，邂逅感。对，就是那种啊，好累，今天上班好累，然后要放松一下，喝一杯那种。这种感觉，哇，这种很常遇到哎。第三个是美女主管与男职员的职前调教。哇，这个也好棒，好难选哦。高跟鞋有没有？做错事就踩你。你要，我先问学学啊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你是三位女生，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？第三嘛啊，因为我是 S。原来如此啊。好啦，我比较想要这种，就是有那种邂后感啊，那种纯纯的爱情。体贴照顾的感觉，尝试一下。下班后很累，喝酒的那种感觉。对对，就他累了，说啊，还好吗？没事吗？公司同事之间的小关系。哎，但你看 A 片是会看前戏的，会看。你不是在跳重点吗？把裤子脱下要开始了，就看看不知道什么，哇，太感动，裤子穿过了。我们今天游戏规则呢是有三个 OL 的角色设定，那丹尼选择了一个之后呢，我会进小房间里面让旭旭跟丹尼两个再重现那个场景。是，但是丹尼手上会有一个心跳的机器测试，丹尼的手的心跳不能超过100，如果超过100呢，那实验我们就结束了。但是如果你成功没有超过100，会怎么样？旭旭就会亲你一下。真的假的？不顾旭旭的意愿。对，为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实验开始哦。哎，那你科长。哎，旭旭。你下班也来这里啊？对啊，酒吧休息一下。哇，今天穿得很漂亮哎。旭旭的腿很美哎。我每天都穿这样，是不是课长都没有注意我？有啊，怎么可能没有注意？哇，最近工作还可以吗？就是有点累，而且常常站的脚有点酸。有点酸哦。是啊。脚哪里酸啊？
这里，让我看一下。哦，穿这个高跟鞋就是脚会有点酸嘛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哇哇哇哇！你好像看到学姐内裤啊，有点热，有点热哈、哦。这边是酒吧哦，对，也许是酒的关系吧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心脏超过了。对，哇，旭旭。你也知道科长是个有家室的男人，没关系吧？啊，喝个酒而已。啊，这嘘嘘。哎，摸上去了，摸上去了，摸上去了。科长以后多看看我，多看看你吗？对。我的裙子就是有点短，会不会？不会。不会吗？行，科长想要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想怎么样？科长害怕？你想干嘛？科长是有家室的人。科长有没有玩过一个小游戏？小游戏哦，蛮刺激的。旭旭意外的很 S 哎、欸，他看起来很害羞，但他是 S。想玩啊，想玩。那你就先闭上眼睛，享受看看。想你跟我玩吗？是啊，在这里吗？没关系，就算闭不上眼睛的话，我也可以。哦。有道具啊，好啊，好啊！等，帮我清起来，我们先去带人。哇，没想到旭旭这个平常上班很正常哇。现在我要清理一下喽。真的吗？好，来清，哎，旭，刚刚还 OK 吗？这个状况？OK 啊，只是你再晚一步的话，可能就已经真的不，我跟你说不行，真的不能真的下去。当你来我们这节目没有爽过，没有道理这一集让他爽，所以我刚刚就直接把你拖进来，让他现在在外面在等嘛。对，那我们直接来做 ending 了。好啊。Okay. 他现在在外面吵闹有没有？旭旭可以亲喽，旭旭，哎、欸，找到我在哪？这里，等一下，现在什么状况？走，等一下，怎么会结束啊？一开始就超过。喂，其实我发现老师好像完全是没有办法接受女追男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像是哎，从来都没有。可是现在谈的是性，如果谈的是感情，感情就老师是感情不行，性可以。嗨，太田老师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可乐女孩李葵。你好。我来帮你别麦克风啊！你帮我别哦。对、啊，今天我来帮你别麦克风。好，谢谢。你是漫才的？对，漫才少爷。漫才少爷吗？对。你是日本人吗？对，我是日本人。那你今天来台湾是有特别要来干嘛的吗？啊，我就台湾七年。你来台湾七年了？那你今天来台湾下班之后有要干嘛吗？是回家休息。回家休息吗、嗯？那之后没有什么行程吗？嗯，今天没有。真的吗？那还是，我们有要啊，我自己忙自己。不用，我来帮你啊。那这个还是你有想要特别别哪边吗？我自己可以处理啊。你自己可以处理吗？对。还是我帮你别。你想特别别在哪边吗？那个口袋，我的后面。还是我们别在一起好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奇怪吧？我们别在一起吧？为什么？你下班之后有想要去哪里吗？回家。回家吗？对。还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喝个咖啡？不用吧。老师，你平常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吗？我喜欢喝咖啡。喝咖啡吗？你有看到我身上这是什么项链吗？看到。你看这边。嗯。你觉得这是什么？很时尚。那你猜这个是什么？是这个是那个马的那个吗？脚的。马蹄铁。对，马蹄铁。我喜欢骑马。你喜欢吗？你喜欢马吗？喜欢。那我下次带你去骑马好不好？等一下差不多喽。OK， 开始吧。差不多开始喽。OK。看完 BGR 老师，这么拖台呀？这太没礼貌了吧？